因为咱农历蒙天咯，讲个四季签嘛，啊，阮的特色就是我四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分四季的四季签，也是顶有国运签同款的咧吼。啊，咱今年所播出的这个国运签呢，啊，第一季哦，平平啦吼，马祖有对咱有相当的期待，就是讲咱国内政局啦稳定啊。自然国运就昌隆安尼，吼、哦，我相信一定安尼的意思。啊，第二支签诗呢，这个夏天啊，四五六呢，这个财将渐渐结婚嘛，就已经渐渐啊较好起来安尼，哦。啊，秋签呢更加佫较好，哦。啊，冬签呢是请咱各位啊居民呢，大家拢较保守的安尼，吼、哦，等待明年春天较过来奋发努力安尼。应该今年的国运签渐渐进是进入佳境，非常的好安尼。哦，啊，今年这大风土足国威啊，啊，咱的国运昌隆啊。好，谢谢。